这个名为小美西的 AI 智能助理是由沈书伟一手打造，旅宿房客透过小美西可以选播音乐、控制灯光，甚至客房服务，还能够连接后台数据管理或饭店营运系统。以商务形态的智慧音箱来说，它的产品目前在全球市占率最高，台湾就有多达80间饭店导入，打进10000间客房内。它还抢先启动海外布局，前进新加坡、日本、泰国等地。谢谢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拿蛋糕？去阳光街那边拿蛋糕，已经订好了。OK。公司的人最爱吃这个，这种蛋糕，就生乳卷。可能要买个，你挑个4-5个口味。那就一个。平常一周可能都会有个一次吧。那也没有，也不是常态的，就是基本上就是说，因为工程师让他离开位置是有几种机会，譬如说喂食的时候，或者是谁买了新的键盘，或者是谁买了新的什么手游这样。我们公司的员工还是偏年轻，其实工程师甜吃的很多，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要这个 cheers up， 你要一些 energy 的话，其实要一些糖分的东西。有下午茶可以过去吃哦。把身边的好朋友已经超过2个小时没离开位置，叫他站起来过来吃点东西。叫不到外送，干脆就亲自跑一趟。这是65年次的新创老板沈书伟和员工交流互动的方式。公司成员清一色都是男性工程师，其中还不乏来自国外的员工。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时间，就是说让大家离开座位，然后到了我们的那个喂食区，然后大家在那边的话，其实有时候就会交流一下、聊聊天啊。平常就是说，每一个软体工程师他都坐在位置上做自己的事情，可能连隔壁在做什么他也不清楚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一个时间点，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，然后聊聊天，然后把公司的气氛再弄得热络一点。哎呦，差一点，你完蛋了 ，yes。不定时提供下午茶，还有随时可以玩的手足球和射飞镖，打通整个楼层宽敞的办公空间，都是为了让工作能够更舒适，让他会想要在这个环境待久一点，让他不要每天头抬起来看到的就是城市嘛，看到的就是电脑。那你们的会议室有点有趣，怎么都是股票市场的名字啊？我们总共有6间办公室，那6间办公室每一间办公室的大小空间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是用股票市场的市值越大的名字就放在越大的办公室。哦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的纳斯达克是最大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是用每一个 market size 相对应的房间大小来取名的。和 Google 办公室的创意命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2018年，当时沈书伟放弃千万年薪，离开了 Google， 负责智慧音箱、语音助理业务的他，看见自然语言市场的缺口。隔年，他决定自己出来创业当老板。因为那时候在 Google Home， 那我们的确看到这个未来自然语言的发展，至少我因为站在巨人肩膀上，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就有预测到自然语言会快速的发展，人到位，早期资金到位，有资源方的人相信我们的能力。那团队也相信我们的方向，那我们就觉得说，那不然这样就来试试看吧。Hello AI， Tea Bag が欲しい。English breakfast。他一定要对到那个正确的那个词才可以。你刚变是？因为我讲 Jasmine Tea。工程人员正在调教的是名为小美西日文版本的 AI 智能助理，智能音箱能够支援中英日泰4种语言。虽然产品上市之初遇到 COVID-19 疫情搅局，但却意外成为一股推力，加速数位转型。无接触式服务兴起，短短3-4年间，他们打进台湾80多间饭店、10000间客房内。沈书伟还抢先启动海外布局，在新加坡、日本、泰国等地的旅宿饭店业，也都看得见小美西的踪迹。目前来讲，我们的确是全球市占率最高的。小美西它是用混合模型，如果今天需要一个快速的回答，永远不能出错的回答，而且我需要是一个有个对话逻辑流程存在的话，那我们用的还是我们的 BERT 的模型。可是当我需要在我的回复里面让它更有不同的知识性，
或者是他的问题是更发散的时候，那我就可以把大语言模型当成是我一个萃取的资料库来输入，所以是一个混合模型的概念。小美希，早餐时间几点？早餐服务提供时间为7点到10点。针对同一个提问，实际用两台不同版本语言的模型实测，右方只有对话语言模型的 AI 助理，回复速度虽然很快，但是应答内容却很刻板；而左方在市面上线混合有大语言模型的版本，回复内容更详尽。小美希，饭店退房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我们的退房时间为上午11点以前，退房时间为上午11点。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竞品，他们是拿消费型的音箱，然后来做一些修改。可是当然，他就没有办法提供，不管是 Vocal AI 后台数据管理，甚至是Hotel 的Operation System， 他是没办法提供的。专攻旅宿业，提供客制化的 AI 解决方案。根据市场调查资料，自然语言处理 NLP 的全球市场规模将从2023年的291亿美元成长到2028年的927亿美元。在这个预测期内的年复合成长率为26.1%。自然语言其实不管是在今天，甚至在当年，它都是一个很昂贵的成本。可是它希望解决的问题就是教懂电脑听人话。那当然 B2C 不会是我们的赛道， B2C 一定是 Google、Microsoft。它赢的虽然是技术以外，它赢一个很大的生态系，这是新创永远赶不上的。所以我们就选了 B2B。B2B 场景里面，我们就当然就要找沉重 labor intensive。对，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了饭店业。你好，午安。我要 check in。好，你好，贵宾，今天房间为您安排在12楼。那跟您介绍一下，我们房间内有个智能管家叫小美希，可以用声控去控制灯光啊、电视设备等等，播音乐，然后只要呼叫小美希就可以跟她对话了。欢迎来到大酒店，我是小七管家。您的退房助理，我可以帮你开关灯。小美希，我想要听轻音乐，然后帮我把阅读灯关掉，然后帮我把窗帘打开。好的，已为您关闭阅读灯。好的，已为您打开窗帘。只要动口，完全不用动手，房客透过小美希就可以选播音乐和控制灯光等防空设备。小美希。我想要一瓶水。请稍后，我们将尽快为您送上水。甚至是直接要求送水、送餐等客房服务。饭店业者还能够连接后台数据管理或饭店营运系统优化服务。我们集团其实对于智能这一块也是相当的重视，我们可以减少消费者对于就是任何的开关的一个碰触，用小美希这样的方式，然后来控制整个房间内的一个防控系统。我们希望可以给消费者就是更好的一个住宿的品质跟体验。明天的天气如何？2023年12月。我们其实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团队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完整的告诉你一套这个产品的故事，不管是硬体，不管是软体，为什么要是这个颜色？为什么萤幕的斜角要是6.5度，不是8.2度？对，为什么要配重？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东西？小美希，帮我把电视打开。好的，已为您打开电视。这像是我们自己拉把，我们自己小孩一样，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把它 grow 起来，当时发生了什么问题、什么故事，这是我们公司团队每一个人都很骄傲的一件事情。